后屈膝，之后让打开。原本正上方，大家好，很开心来到 Bar Fit。那我们就从第一首暖身开始，利用四肢的活动，把身体的工作温度跟心拍数都慢慢提升上来。双手叉腰，第一位置站好。脚跟脚掌踩稳，脚趾头放下来，三个小蹲先看，三个，两个，第三个放慢速度。OK， 好，跟上，脊柱往上延伸，慢慢往下蹲，脚跟推地往上启动臀腿力量。下一次慢慢加大活动范围，来到光普列大蹲，小蹲两个，往下，膝盖对向脚尖的方向，启动外旋的肌肉，控制膝盖，双手慢慢夹进来，往旁打开，往下沉，脊柱往上延伸，试试看，臀腿启动，让你的身体中心线保持在脚跟的正上方，再两次，在你膝盖舒服的范围下蹲到最低的位置。OK， 最后，吸气往上，手叉腰，低位置站好。待会右脚通度往前，旁边，后面准备一个颠高 releve， 换边开始前点，通度 bottom up 通度，脚掌推地板，擦地往下，回到右边，稳定骨盆，让你的腿可以伸直往前收回来。下一次准备通度加快变两个，试试看，两次，往后 ，relevé， 慢的，缓边前，后，准备，双手一起往前走，打开，手上停留，延伸，往前走，耶。往上，再次哦，前支撑腿，大腿臀部启动，让你可以站得更稳。最后一次，掌高延伸，二位打开，双脚蹲，手比肩膀低一点，脚跟脚掌踩，启动臀腿力量，维持膝盖往脚尖的方向。准备上半身的暖身 ，pull the bar， 慢的往右，往前屈曲，脊椎侧屈，往上延伸，换边，眼睛看地板，换边，回来，速度加快，伸直，维持臀腿的稳定，不动，让上半身的活动范围。慢慢加大，再一次，我们准备组合 ，K， 两个往下蹲，预备，上下，换边，回来，往下沉，脊柱往上 ，K， 最后一边各一次就好咯，吐气，吸，最后。收回第一位置，第二手蹲，强化下肢的力量。这次我们从平行脚开始，让你的脚掌靠近，双手叉腰。待会先看示范，双脚膝盖蹲，打开两个，右脚往后踩 lunge。停，好，推回来，试试看，一收，二往后踩，停留，推，好，试着让脚尖膝盖一起打开，
往后蹲，下次改成三个 pose， 收回来，给开收，往后三，推，脚往下沉，脊柱往上延伸，试着让后脚跟推向天空，臀腿启动，往后，前脚膝盖对准脚尖，最后一次，三二，右脚往后 lunge 停，转向二位，维持前脚不动，转回来收，再试一次，膝盖靠近地板，转回，回到组合，两个 turn out， 往后 lunge， 二位转，长高腿夹紧，蹲，挑战一下，让膝盖更靠近地板，维持一样的高度去做转身，下。一个循环哦，加油，往后，好，放慢速度，准备第三个循环，慢慢加手，在第三个循环我们把双手加进来，双手往后打开，双手后手往前往下画圆，回来 ready go， 吸吐气，吸，吐气，吸气，打开双手，可以试试看，把呼吸加进来，让你的肌肉更有力量，你可以做更大角度的挑战，让自己蹲得更低，下，保持中轴的稳定，可以，最后一次咯，加油，最大的范围好吗？下，再两个撑要慢，慢慢的收回来，腿伸直，打开，回来，我们准备同样的动作，换边开始，加油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一样，先看示范，双脚膝盖微蹲，撑out，合起来。左脚往后 lunge 停留，推，试试看。往后 turn out， 维持臀在脚跟的正上方，给往后停留。下一次改成三个短收 ，ready go， 维持。在臀的正上方，可以开启动臀腿的力量，往后脚跟推向天空，再两次，让你膝盖舒服的范围之下，加大自己往下的角度，前脚膝盖对准，收回来，往后踩 lunge 停，好，转向侧面二位，转回来，收，再一次，身体转高，转回来，组合，往后踩，脚跟推向天空。腿力量启动到最大，让自己的膝盖更靠近地板，可以再两次，最后一次咯，肚子收得更紧，你可以让自己更稳定，放慢速度，撑好，加上双手，来到第三个回合，我们把双手加进来，
打开，往后望举，双手往上延伸，后手打开，往下画圆，收回来。Ready? Go! 吸，吐，吐气，吸气往上，吐气，试着让动作跟呼吸结合，让你的肌肉更有力量，做最大的挑战。Ready? 再两次，肚子收，脊柱往上延伸，最后一次咯，试试看，安全的角度，最大的范围，膝盖靠近地板，两个撑杠放慢速度，收回来，最后一个。第三手举腿，增加下肢的肌耐力，双手叉腰，第一位置站好，让脚跟脚掌踩稳，双腿夹紧，先看示范，右脚点进来，一次两次，好，第三次离开地板，站稳，点地收，试试看，蹲，点，蹲，点，第三次 ，OK， 支撑脚跟脚掌踩稳，启动臀腿的力量，膝盖对脚尖，让你可以站得更稳，五步盘稳定，慢慢地增加活动腿的髋关节活动范围。所以你可以试着第一个点地，第二个离开，第三个往上 ，OK， 试看看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可以加速，稳定核心，稳定中轴，来到你最大的活动范围，臀腿的力量维持往上延伸，蹲拉长延展四肢，最后一次，你随时可以选择回到点地板，叉腰换脚，从头蹲点地，地板腿脚跟推地板，往上启动臀部，站得更稳。Okay, 蹲，打开胸口。再次哦。一样，你可以试着挑战看看，三个不同的高度。第二次离开。第三次 ，OK， 试看看，脊柱往上，臀腿启动，让你可以站得更稳，活动腿，增加髋关节的范围，试试看，加手，慢慢的肌肉力量控制下来，再两次。让你的脚跟把自己推上来，换脚，手叉腰，往后蹲，点地，蹲，臀腿启动，稳定骨盆，让脊柱往上延伸。你可以试着离开地板，四、三、二，停在上面，臀部力量往上走。肚子收紧，你也可以选择点地再上来，慢慢的加上双手往前，你也可以选择手叉腰，三收移位，换脚蹲点地，试着让你后腿延伸到最直的位置，往上长高。可以离开地板，
最后一次停留上面，肚子收紧，利用臀部的力量、腿部的力量，轻轻的往上抬，或者选择点地板，慢慢加上双手，稳定，也可以选择手叉腰，四、三、二，回到第一位置。第四手大踢，维持身体中轴的稳定，增加髋关节的活动范围跟腿部动作的速度。我们从第一位起开始，双手叉腰。眼睛先看示范动作，往旁擦地板，二位蹲，推地板，回到一位夹紧，试试看。蹲下来，好，推地板，再一次往旁蹲，推地板，启动臀腿，站稳，收回来，加快速度，一四次支撑腿，脚跟推地，让你可以站得更稳，往上走，最后一次往旁二位通度，往前迈，再一次，下一次变成两个块哦，前后，我们准备把动作组合起来咯，往前两个 bottom 冲度，往后旁边准备一踩，双手往旁打开，停好，前后 good， 一蹲推，一起带上来，肚子收。如果想要挑战的，挑战快上慢下 ，OK， 前后叉腰往旁慢踩，蹲推地，收回来，再试一次哦，展腰，肚子收紧，臀腿收紧，推，加快四次，脚跟踩。脚掌推地板，脚跟推，启动臀腿，让你可以站得更稳，最后一次往旁踩，推回来，空度往前慢，再一次视线加快哦， OK， 往前两个，往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慢的就好了，试试看组合，往前往旁，准备一踩推，双手打开，往前走，往后，一起上 ，OK， 地板站稳，挑战一下，快上，慢下，最后一次，四，一位站好，往下蹲就好。调整呼吸，来到第二个回合，准备咯，往前打开双手，往前通度 go 两次，往后一推，试试看，推地板，大力点，让它的反作用力往上更多。快上，慢下，最后一组，四、三，换边，往前走。推地板，试试看，保持中轴的稳定。到你最大范围的踢脚 ，Ready， 上 ，Good， 最后两组咯，最后一个，往上，第五首，慢板，控制平衡。在这首歌的目标呢，我们要强化我们脚掌的肌肉力量，还有身体的控制能力。我们转向左斜前，右脚通度于背，双手在第一位置。
只手，脊柱往上延伸，慢慢的打开双手，掌心朝地板，髋关节屈曲前弯，好，往上延伸，后面的手往前下来，打开胸椎，地板腿，臀腿启动，让你可以站得更稳一些。前脚趴下，髋关节慢慢收回来，臀部收紧，让膝盖带到旁边，慢慢的往后延伸，试着先让后腿延伸拉长，吸气回来，试试看，在第二次我们可以加上一点点的高度进来，轻轻点地，换边。慢慢的往上，后手往前下，打开胸椎，轻轻的回来，前脚髋关节趴下，臀启动，膝盖往旁，慢慢的往后延伸，脊椎延伸，后腿肌肉延伸，延伸到脚尖，再次趴下往上，慢慢的往上延伸，试试看，挑战一下刺激平衡的能力，轻轻点地，回到中间第一位置，右手往上来到脊椎的侧区，慢慢换边，腿夹紧，让你的脊椎侧区的范围可以到最大，右脚趴下往上，慢慢的往后，轻轻点地，收回来，脊柱往上，腿的力量，臀的力量，背的力量，让你可以稳定的停留在阿拉贝斯的位置，轻轻点地，面向左斜前，右脚前点，我们组合再一次，慢慢的往前加大，吸气吐气，打开更多的胸椎，趴下回来，在这里我们要挑战一下哦，稍微停留久一点点的时间，再一个吸，后腿再延伸的更远，轻轻点地，回来换边，往前，打开，趴下上来，慢慢的往后，脊椎腿向反方向延伸拉长，再一个吸，吐气，轻轻点地，回到第一位置，第六首跳跃，我们利用反复的小跳来训练我们的脚踝的力量，还有提升我们的心拍数。在这一次呢，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动作，叫做 attitude。我们从侧面看示范比较清楚，可以先让腿来到 bottom 通路的位置，脚跟、脚尖屈膝之后，让脚跟往天空提起来多一点点，维持骨盆的稳定。经过移位 swing 往后擦地板，来到后面的 attitude， 试着让你的膝盖往旁边提起来，启动臀腿。背部的力量 ，OK， 所以在中间间奏的部分，我们会有快速的 attitude 前后 swing 的摆动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从第一位置准备。右脚往后踩，往前踩 attitude， 再一次 ，OK，
跟上哦，我要两次哦。前脚延伸，后脚肚子收紧，维持腰部的稳定，躺踩到 passe 两次，轻轻的加手往后往上。肩关节压力比较大的，可以选择手叉腰，只要右手画圆，推地板，速度加快，后上后推地板，可以试着去找到推地板的反作用力，让你的脊椎可以往上延伸到最高。Ready， 轻轻的一个，两个，可以吗？试试看哦，两次推地板，推脚踝的力量，再一次推地板。要挑战吗？要挑战吗？你可以增加到四次的跳跃，或者维持两次，你也可以选择在地板中就好了。还有一次，飞起来，推，叉腰 swing 往后走，站稳，支撑脚掌站稳，启动腿臀，让你可以稳定。三、二、移位站好，左脚往后迈，往前 H2， 再次准备往旁踩，趴着推，双手轻轻的 hold， hold， H2， 往旁收回来，画圆就好了。加快速度，往上，肚子收紧，保护腰椎。OK， 后，试着让前腿延伸到脚尖，轻轻推地板，跳起来。吐，吸，吐，推，延伸，推，然后你可以往上。多的力量 ，Hold， 最后一次哦，膝盖有压力，脚踝有压力，随时选择地板踩就好。最后要四个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，上，相信自己可以的，突破你的心肺 ，Hold， 慢慢的往上推哦，走开。来到 swing， 调整呼吸，支撑脚掌踩用力，三二一位不跳 hold， 快的，再次，我们先增加两次好吗？两次，一二，再试一次，一样，脚踝有压力的，随时回到往后踩就好。要四个吗？可以吗？试试看，可以的，上，再一次哦，飞起来，双手往上，换边，不跳 ，Hold。调整呼吸，试试看，先加两个好吗？膝盖有压力的，还记得怎么做吗？站地板就好，你也可以选择手叉腰 ，Go， Hold， 上。双手叉腰，意味蹲，在这里调整呼吸，伸展，
我们利用静态的伸展，让我们的肌肉恢复到原本的弹性。OK， 面向你的右手边，右脚屈膝，试着调整到你髋关节可以停留有伸展的位置。OK， 如果髋关节比较紧的，你可以选择后腿膝盖弯曲，然后试着把前脚的膝盖拿到身体的外侧。OK， 好，试试看，在这里停留。Nobody knows。你可以慢慢的调整伸展的角度，让自己可以舒服的伸展。你也可以选择让你的后脚伸直。I peek out from behind these walls. I think nobody knows. Nobody knows. OK， 轻轻的、慢慢的推上来，先弯曲后腿，轻轻的扣住，来到大腿前侧的伸展。你也可以选择让你的骨盆转正。所以一样，选择自己的活动范围，有伸展，可以舒服的停留的位置。OK， 直接转身，左脚伸直，往上吸气，吐气延伸，来到你躯干的伸展。延伸拉长，慢慢的推地板，换脚，往上吸，吐气延伸。吸气，可以让脊椎再延伸拉长，把你的脊椎空间打开，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可以侧弯下来。OK， 一样轻轻的推地板，好，换边，左弯，调整到自己舒服可以停留的位置，可以选择屈膝，可以慢慢的往前。或者选择后脚伸直，伸展右边的髋关节，慢慢的推起来。OK， 好，先弯曲后腿，伸展大腿的前侧，一样自己调整你可以停留的位置。放手，轻轻的转回到正面，来到竖脚式，脚掌对脚掌，轻轻的反手扣，长高，原背往前伸展一下整个后背，大腿的内侧，调整呼吸，也要找到自己舒服停留。Okay， 你可以来让我双手整个往前延伸，慢慢的往前走。Okay， 慢慢的回来。Okay， 我们的劲芭蕾第二套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